录音风格，大家听得懂？录音风格，分流论、变分、油分、气分、地分、河分、下肢、下分、金分、银分、时分、金分，敢听无？啊，就你讲你爱讲台语，迄个台语我晓得呀。哎，会讲台语的人，录音风格一定爱会听。所以不敢来听，我不算讲样讲台语，对不对？因为咱讲的拢是一般台语呀。像咱这两文字嘛，同款啊，主啊，啊，合理是实质嘛，不要结合，有没有？有点主观拢来，不要结合。你不低，你不稳，不要稳住吼。我们咱不都这样练啊？好听不听咯？哦，现在台语我好听啊，你讲真？哎呀。诶、欸，阿姐吼，有可能是这个讲老师讲，我阿姐阿袂答我啦吼，阿所以，用这叫来讲诶，阿先讲啦，诶，忙给你，我们来给你说明吼。啊，阿我们用台语来念那个这个六十四卦吼，请各位换到我们从第二页。诶、欸，因为那个四卦台语无好念，有四十是无好念，吼，阿你音要搞好起啊吼，阿就先卖可以好，好，再来，诶、欸，诶、欸，好。第二桩好啦，迄个文王个四卦怎么好啦？乾坤轮王书上书，乾坤轮王书上书，李萧玉下地海地，李萧玉下地海地，东林大佑天不随，东林大佑天不随，高林关下西合璧。高林关下西下地，百福无望大玉仪，百福无望大玉仪，大德堪离三十地，大德堪离三十地，行平滚下一大众，行平滚下一大众，尽物明仪家丁回。见盖孙也怪多嘴，见盖孙也怪多嘴，身份证也正正气，身份证也正正气，人将归门风露顺，人将归门风露顺，对对完这些中无忌，对完这些中。小个一者点二者，小个一者点二者，是为下经三十数，是为下经三十数。哎，安尼讲是不是困难？简单简单吼，来，啊，即摆我无去念啦，请大家念一下。啊，我看咱这念了唔定吼，他都稍微点一下就 OK 了，吼，因为咱若拢互咱拖，啊，就看嘛是，嘛是。两三百人好，好，来，咱先念一遍啊！好，阿婆来这边嘛，大家这位念嘛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乾坤轮蒙书上书，地小就给地海地。看见没？地小，地小有小，你小小，地小有给地海地，地海地，你是我的佛。好，来，再来。天不随，天不随，来。高林关下西下地，西下西下西下的西，下下西下地。所以我讲，前一阵讲到四块台币，我真正感恩呢。哦，后来个诶，四合币，啊，八，哦，诶，对，大一，大一三十，诶，三十，不是三十币哦，是三十币。三十币。诶，爱念三十，忙念三十，哦。
三十九到三十九三三四分钟啊。咱咧功课有正音，功课咧两分钟就爱正音，哦啊，解释咱讲迄个啥普通音，哦啊三十就普通音，哦啊三四就是正音，哦所以咱台语有分哪里好，再来。糖。安平滚铁一百重，安平滚铁一百重，来，快跑去，哎，快跑去，乾坤天下平，哎，我都来不住，然后很不错啊，再来。金香，哎，我你背了十四块，我从来咧背，啊无吼，有一点仔歹背，哎，金香归门风露顺，啊，来过来，归。Bye.
这种声音吼，就是咱为本来的声音吼。啊，即卖咱用台语来唱，安平之乡的去看看，会觉得那个意境吼非常好。他、啊、为什么后来会安排这个呢？因为我们当时在学习的时候，也是随眼那个六十四卦背不起来，结果呢，就有这个人有没有？右手边有一个人叫做苏昭祥的前写啊，一定来归为啊，给欧丽上。然后他就想着这一招，然后他就把它编出来了。哇，利益所有的读经的人呢，哇，太好了，因为有这个哈、哦，哼哼唱唱的，哎，那个啥，如是先生，如是诸本，哎，阿、啊、如是少年时阵，无时无刻都在唱这首歌，所以他俩背未开，他俩嘛无法懂啊，你知无？哎，这些歌就是要把咱背开哦，好来，咱来用，用台语讲。好啦，一二三，唱。八八天花六喜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我们念一次啦，哈，哎，来，我要啊，再动好了。八八天花六喜书。八八天花六喜书。处书温红来比例。处书温红来比例。七天分修太低，天分修太低。敦煌书上，敦煌书上书，敦煌书上书。李逍遥铁地太低，李逍遥铁地太低。东林积积太幼，东林积太幼。天无何落水，天无何落水。高龄关系识合地，高龄关系识合地。白鹤如梦大玉笛，白鹤如梦大玉笛。啊，大哥堪比三十地，大哥堪比三十地。行人滚下一大座，行人滚下一大座。尽古今以家人归，尽古今以家人归。见解两相依，见解两相依。顺逆怪多嘴，顺逆怪多嘴。成君借力拼进去，成君借力拼进去。因将有归满，因将有归满。公路孙刷敌，公路孙刷敌，可以说的说啊。对环节的中无忌，对环节的中无忌。小可地界两米界，小可地界两米界。啊啊！几里下阴山石树，几里下阴山石树。来，那先慢慢啊！来，一二三，唱。八八莲花六喜书，处处闻风来地。天君修太极，敦煌书上书，李逍遥铁地太低。Ooh.
来你这样听哈、哦，哦，这是我业余位，你看我刚刚的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希望我们这首歌，哎、有空的时候就常常这样哼哼唱唱。这首歌是要帮我们把六十四卦牢牢的记住，哎，那你看上面听到，我就很看哈。天君尊王师上师，笔下有历代帝王人才，有江户随高灵官，这个比方好，不过还有历代的他比三十比，啊，你念念啊，有简单无？哦，如果要抽第几卦哈，应该跟用另外一种对话。哎，那个哈、哦，有一个小窍门哈、哦，我喜欢用啥？用那个纸张哈、哦。用厚板子，然后把它拆拆碎碎，啊，它上面呢把它写什么卦，啊，就是天泽履，啊，它能够写十，有没有？哎，它、啊、十是在背面的，啊，啊，就是这边白啊，啊，包括天泽履，啊，表现在，看到？啊，然后一到六十就把它做一副白纸，还是把批板上天泽履，哎，答对了，有奖，哎，大家好，哎。哎呦，这样，哎呦，那五十卦，哎，点卦，哎，这样，哎，就这样子。就是你用抽签，它、啊、这样哦，在学习中进呢。因为后世啊，在学易经课的下面很多很多功夫，就是这样子啦。他们说那个是哎，这他比这一排啊，哎，他、啊、自己抽。他用在耳一排多少星星？我们以前在学易经哈，咱们同修的课哦，等买了开车也行人，阿那掏钱去弄个车。然后那些牌子我买的，三个离卦，这牌子是不是有啦？这四个号码，几个号码？哎，那、啊、我们就前面一个号码，后面一个号码啊。二十一四合卦，哎，都这样子。哎，五十一正卦，那得现在要连来啊。所以嘛，咱那点九九六，你看数字不是数，哎，你受腰，哎，得用易经的卦，哎，爱得爱点干的呀，好、哦，对。六十四卦的也感到细卦，也卦序是固定的，哎，就是几号就是什么卦，哎，六十三卦就是季季卦，这个绝对都不会变的，啊、哦，只是说，哎，我们要怎么把它易经生活化，生活易经化，所以这一些配备哦，都慢慢先输入我们的电脑，哎，忙输入的电脑，都忙完宕机了，我懂，啊，那些电脑我给宕机，我告诉你。所以我们的老师教到我们，经典不要输入那个电脑，要输入这个电脑。哎，所以在家里宕机，不变，哎，觉得不哦，所以多方便呢啊、哦。哎，那我们第二首呢，它是台语的啊、哦，天天气寒天来，啊、哦，这首会不会唱？看看看看啊，弄成它国语的了。哎，它的题是《思乡中心》。曾与君问话，爱我飘来一曲曲，乾坤滚梦。
这里比较习惯国语哈，所以我也比较觉得很累。哎啊，那个他也是挑战呐、啊，有没有？像我们去爬那个7000B 的哈，哎，他说挑战不大，呵呵，所以有点挑战。好，啊，我们再请看第二页这里哈，或者带领大家来背我们这个64卦，哎，背诵表，啊、看我们怎么背哈。哎，因为有学姐说啊，怎么背比较快啊？最快的就是太极经啊，和三阴开火啊。哎，三阴经来讲，天有功，地无忧，无烦无变苦。哎，我可以想现在啊。如果你说哦，要怎么背最快？好，我知道方法，可是我都不背，还是等于零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知道方法，又很勤快的话，啊，事半功倍。好，好，哎，我们这个对照表这里有没有看到的哈？我们练一下哈，乾为天，天则履，天火同人，天雷无妄，天空厚，天水受，天三困，天地疲。哦，这个我们知道怎么处。啊、哦，就是上面那个乾为天，然后符合下面这个卦，啊、哦，配合起来就是旁边的啊这个卦的啊、哦。来，我们来用对，对为泽，对，啊、哦，第一行第一个哈，泽、哦、天怪，泽天怪，啊、哦，这个是练怪，哎，怪奇怪的怪同音，好、哦，啊，带一点，为了那，哎，天怪，哎，怪，啊、哦，天怪，啊、哦。对为泽，对为泽，哎，泽火得，泽火得，泽雷水，泽雷水，泽风大过，泽风大过，泽水困，泽水困，泽山险，泽山险，泽地脆，泽地脆，啊，这是。对字对为者这一行哈，啊、来我们看离为火，离为火，火天大有，火天大有，火则鬼，火则鬼，火火离为火，离为火，火连四合，火连四合，火风顶，火风顶，火水会济，火水。火山旅，火山旅，火地进，火地进，好、哦，这是第三行啊。震为雷，震为雷，雷天大壮，雷天大壮，雷则归灭，雷则归灭，雷火风，雷火风，雷震为雷，震为雷，雷风横，雷风横。雷水解，雷水解，雷山小破，雷山小破，雷地狱，雷地狱，来巽为风，巽为风，风天小畜，风天小畜，风则中仆，风则中仆，风火佳人，风火佳人，风雷异，风雷异。为风，巽为风，风水患，风水患，风三见，风三见，风地观，风地观，来坎为水，坎为水，水偏虚，水偏虚，水则解，水则解，水火既济，水火既济，水雷滚，水雷滚。水风紧，水风紧，坎为水，坎为水，水山竭，水山竭，水地疲，水地疲，艮为山，艮为山，三天大畜，三天大畜，三则损，三则损，三火毕，三火毕，三雷移。三雷雨，三风谷，三风谷，三水蒙，三水蒙，艮为山，艮为山，
三地波，三地波，地天泰，地天泰，地泽林，地泽林，地火平移，地火平移，地雷复，地雷复，地风生，地风生，地水湿，地水湿，地三千，地三千，坤为地，坤为地，啊，我们就是这样背而已。哎，啊，在背的时候，你的就是头脑当中你有那个八卦吐出来，然后哎，就是前配第二个，前配第三个，前配第四个，前第五个、第六个、第七个这样配，就像这样子。好，因为这个是四方形的图，啊，我们的那个先天八卦它是圆形的图，它、啊、其实都是一样的。哦啊，希望呢，我们在几堂课之后呢，希望大浅显的呢，大家都把它背起来。因为啊，后面会讲到那个如意诀窍，如意诀窍就是错卦、中卦、兵子卦、来生生卦、乾坤圣六卦，易经不好懂就这些。哎，啊，只要你把六十卦背起来了，你要懂这些之后，易经就很简单了，真的是非常容易的一本经。好、哦。啊